又到咗 Now 家庭观众最憎，你哋现场观众最中意嘅广告时间啦！但系好景不常啦，今次系今晚最后一个广告时间啦。东方星仲有咩睇先？嗱，今日咧得奖歌同得奖感受咧，我就听咗好多啦。但系其实喺镁光灯背后咧，有好多位歌手咧系好努力，但依然同奖项咧擦身而过嘅。冇錯啦，以下咧就有一位歌手咧，佢咧就仲未有機會站喺呢個分獎舞台，但係咧佢又對歌唱充滿熱誠嘅，咁一齊嚟睇下佢嘅不得獎感受。啊，點解你頭先唔爆粗嘅咧？冇啊，我費成喺佢面前班門弄斧啊嘛。攞唔到獎，我梗係～你唔肯開心嘅喎，我個心好似淌血咁啊！屌鳩你，賢姐！老實講，我真係有乜撚嘢比唔上人啫，係咪？屌你唔問我都好啲嘅，你問我死，我心硬住啫。我都好撚中意唱歌㗎，喂！我自問，屌！佢只歌幾撚難唱，我真係高音高撚到好似不撚一拍畫地羅咁樣，中音屌你啦咁樣，好似啊飛玉清一樣，對不對？係嘛？低音我低音炮咁樣勁，屌你老母又話乜又話柒，我真係肚腩大啲啫。咁唱歌關肚腩撚事啊？屌你啦咩？嗰個屌你啦意大利嗰個歌神啊，我肚腩大撚過我啦。是吧莫華倫那隻女兒啊女兒啊靠我一吻我不得啊屌你老母是你什麼分獎典禮分你老尾咩分給我不撚要啊屌林先生還有少少時間給你給我機會你再次演繹你的首冠軍歌好啊林雪我是常在喊來這裡吃飛扁逢禮拜流亂在食肆還是未跟斷是不是很好的